新闻开始，咱来关心台湾的旅行团在越南的下龙湾发生冰船的意外，罹难者的家属昨赶去越南现场来交魂，遗体会伫今仔火化。另外，平安的团员已经伫昨暗回国了，也毋过大家心情拢正歹，无想要讲话。另外，船难造成五个人死亡，受难者家属五号赶到越南，煞敢若看到冰冷的大体，全部拢哭到真伤心。但是后事也需要赶紧办。加上五号下晡先等于下龙湾事故现场招魂，越南的警方嘛对一公里外赶走无关系的船，敢若予家属入去。前往下龙湾事故现场，进行招魂法会。另外一部分的家属呢，他们到礼仪公司去选择一些礼仪的棺木。越南当地已经搭好灵堂，准备六号替受难者火化。当地有看到事故发生的民众讲，当时应该是在台湾游客小只船抢入别只船的航道，才会造成意外。拐来这边，他从这边拐正就对了。对，可是小船在这边，他感觉可以插到了，对，他去了比较快。平安的团员嘛，伫五号暗时坐飞机回来到高雄小港机场。虽然大部分的人入境的时阵，好人是船难的团员，但当时捌落水砸到的单色女士，也是有朋友特别到机场送回接机。团员安静回来到厝，希望船难造成的影响，卖使赶紧放袂记。伫越南的受难者家属甲部分老手协助后事的团员，嘛将伫七号下晡载受难者的骨灰回来到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